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基隆市政府在谢市长上任之后，一直致力打造一个温暖有爱、友善共融的城市。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三项很重要的政策及措施，为您邀请到四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社会处身心障碍福利科科长林明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科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众社会企业执行长，我们的林崇伟教授。主持人好，还有各位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林教授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天爱社会服务协会的创会理事长陈淑姿。主持人大家好。佩妮老师好。第四位呢，是我们社会处妇幼及救助科科长陈志昌。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陈科长好。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哦，其实要营造这个有爱友善的城市，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权平衡。我们来看看世界人权宣言，人皆生而自由。 ICERD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积极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你有被种族歧视的经验吗？基于种族、肤色或原属国而有差别待遇，进而损害人权及基本自由的行使，就属于种族歧视。干杯！一恭喜研究所毕业了哎！谢谢谢谢，不过我不喝酒。少来了，原住民怎么可能不会喝酒？哦，干了啦！我真的不喝酒，难道原住民一定要喝酒吗？有时候一句简单的玩笑话，即便没有恶意，但可能造成微歧视，微小却天天在生活中上演。我们知道要真正达到消除种族歧视，必须透过教育从根源消除偏见，透过机关、团体、学校不遗余力推动台湾人权意识，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我们就是要消灭歧视，打造真正的平等。在打造共融友爱城市，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推动友爱店家无爱改造辅导计划。我们要请教科长跟大家来谈谈针对这个政策的进行多元方面的四件启发。好，我们基隆市政府哈，为了营造那个友善的生活环境，那促进我们身心障碍朋友呢可以参与社会，所以我们在113年度来推动这个基隆市友爱店家的无障碍辅导方案哈。那我们有提供就是总金额200万的一个环境改善费用啊，让我们店家呢能够来做改善店内外的一个软硬体设施。那我们小爱爸爸谢市长呢，在推动基隆亚洲最有爱的城市的市政愿景，那其实他不仅是想要提供身障跟弱势者完善跟优质的一个照顾，那因为我们基隆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服务、观光跟消费性产业发展的一个港都，所以因应就是台湾即将进入2025的超高龄社会，或者是2035年的一个极高龄社会，那营造这个无障碍环境跟友善服务都是成为各行各业还有每一个店家的重中之重。好，那所以我们在市长的指导之下呢，我们推出这个友爱店家的这个奖励补助计划，就是希望能够想要抛砖引玉，让店家呢可以真的一起来做，然后试试看那如何能够把像是出入口的无障碍就是斜坡板，还有就是货架柜台的一个可及性，还有预测无障碍友善设施，还有视障触摸，还有语音辅助，还是说对于我们的穆斯林新移民，还有失智长者的一个易读，还有共融友善服务等等，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是希望说，在今年的这个友善店家，我们可以辅导60家的友善店家。哇，今年度的目标是60个。那当然要辅导友善店家之前，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培育我们的友爱辅导员。我们要请教教授来跟我们说小故事咯。哇，其实啊，真的，我是林崇伟啊。那我多年来一直是在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的社会参与。那就如同我们刚刚主持人在一开始所播放的这个种族歧视跟相关平等的这个影片啊，各位有想到，其实过去我们在推动这个城市友善环境的时候，我们都说就帮助那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哎，各位你知道吗？其实这一句话一讲哦，你跟我之间，跟他们之间，
好像我们就是一个隔阂，哎，也不是隔阂，我们好像就是一国了，能够帮助他们的人，那他们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哎，各位你也知道吗？手心向上跟向下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事实上呢，我们在推动社会的平等的时候啊，我就很敬佩我们小爱爸爸谢市长的一个理念啊。很多城市都推动友善环境，但他推动的是友爱城市。那为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要不只关注硬体的环境，而是要从心里面、服务面去把整个事情改变啊。那这件事情就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刚才我们主持人特别提到那个友爱辅导员，我跟各位讲，这就很特别。那是什么呢？各位想想看，这个无障碍啊，这个谁最懂？其实就是那些常常需要的人比较懂，也就是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比较懂。我记得啊，周星驰有个电影，各位知道，他里面就讲到有一次，就是你知道在七月的时候看到。很多好兄弟啊都上来这个游览，然后其实大家就在那边比说啊，你是这个往生多久，你是往生多久，其中有一个小女孩，那你就想说她是小鬼嘛，她说没有，我已经好几百年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超高龄社会，其实我们都知道人因为自己的老化，我们既然慢慢就会有一些失能，然后需要一些辅助的工具，就好像我们眼睛不方便，我们戴近视眼镜、老花眼镜是一样的状况。所以呢，无障碍的环境的需求，其实最懂的人是谁？就是那些我们过去觉得需要被帮助的身心障碍朋友。那但是呢，我们在基隆市推动友爱城市啊，我们就把它翻转过来。这些朋友们呢，其实他们也可以积极的走出来，来参与我们的社会，因为我们城市里这些店家啦，好，就如同我们刚才我们的林明丽林科长所提到的，各位会提到就是店家出入的无障碍，在这个店里面它的走道动线是不是方便使用，我轮椅到底要多宽的门才过得去才方便，那其实他们都比我们更懂。所以呢，我们基隆市政府啊，它也不是就定了几个方向说我们就这么推动。事实上啊，在我们上个月三月里面啊，3月12号、19号，还有3月26号，我们基隆市啊，总共有50位的身心障碍的朋友，还有他们的最重要啊，他们家里的照顾他的跟陪伴的家人，都一起走出来。那结合我们基隆市不同的身心障碍福利团体的这个代表，我们就连续办了3天的工作坊，在这里面呢，大家一起来研讨，我们身心障碍者从自己的生活角度出发，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城市里有哪些需求，我们中间有哪一些需要店家协助我们的。那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各位大家想到无障碍都想到推轮椅，对不对？但事实上啊，在我们这50位这个友爱店家辅导员里面啊，他有20位是坐轮椅的，但是有10位是视障者，3位是听力障碍者，还有4位是我们这个心智障碍的一些伙伴啊。在这里面，他们就讲出好多不一样的需求。对啊，真的颠覆大家的想象。对的，他们会提到，比如说，我们应该要让店家了解。比如说，有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餐厅用餐，对于这个视力障碍者，视障者要怎么吃火锅？他们可以吃火锅的，只要你给他一些方位上的正式的指引，他跟他的家人都可以协助。那你也会想到有一些自闭症的小朋友，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躁动的情形，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过去大家就觉得这个是好像这个小孩怪怪的。事实上，现在有很多失智的长辈，阿兹海默症的啦，这些老人家，他们也都有同样的这个需求，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需求归纳起来，然后呢，变成我们基隆推动友爱店家的这个标准，然后由这一些辅导员啊，因为他们就是我们基隆人嘛，是，所以他们就在基隆里，就按照他的生活，他常常去接待他服务的店家，又能够服务
这个跟符合刚才我们市政府所说的出入平坦啦，走道平顺啦，桌椅平稳啦，然后还有服务平等啦，视听平权啦，这些原则就把他们找进来。那这个就是基隆推动这个友爱店家哦最不一样的。简单讲，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流行，哎，这是流行哦。为什么？就是不只是赶时尚，而是有使用者，就是需要这个服务的人参与进行的社会改变，参与的设计改善。哇，这个真的就很令人期待了，真的是这样子的。是，真的就是社会设计参与式的来一起进行，而且是从我们身障朋友的角度出发，这跟我们真的是颠覆我们的想象。刚刚说到的这个有爱服务员这件事，没想到有爱服务员，没想到辅导员居然也是身障朋友，这让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那就可以知道，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可以看见不一样的基隆，不一样的社会，让基隆营造的更有爱。而说到这个，一定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友爱平台，这个大爱心的平台到底是什么呢？一块来看看好日子爱心大平台。你开启宝盒。由社会处规划的基隆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正式启用，市长谢国良跟社会处长杨玉兴邀请率先响应平台上爱心专案的工业会理事长林清，与多家代用餐爱心店家共同参与启用仪式。现场还有匿名人士透过爱心大平台率先捐赠300份养生鸡汤礼盒来帮助弱势。我们非常感谢哈，今天有工业会林清理事长来抛砖引玉哦，特别针对我们非老非障的这些族群，因为他们没有法定的身份，但他们非常需要及时迫切的安置，所以今天我们爱心大平台的一个专户启动了哈，能够让更多的这些非老非障的朋友获得最及时的救助的协助，希望呢能善尽社会责任跟回馈社会。那今天受邀来参加活动，觉得非常的有意义。我们从去年的十月开始，让我们有机会来服务我们基隆市有需要的朋友。当然也要谢谢市长，在基隆市也有这样的大平台的搭建，让未来有更多的善心人士以及想要为这个社会尽一点企业责任的企业朋友们，可以一起到我们这个爱心大平台，让更多的温暖可以服务到我们需要的市民。这个爱心大平台，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能够让更多的企业能够透过我们的爱心大平台捐赠更多的有益的物资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我们非常欢迎民众或者是个人或者企业呢，都能够上我们的爱心大平台，然后一起来看到哪一些弱势救助的议题您是感兴趣的，那么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然后一起来跟我们做好事做爱心，把出钱出力出时间一起来打造一个有爱城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它是延伸之前我们市府有一个所谓的救助金专户的平台，那因为它是在107年就建制了，它已经6年多了，其实很多的界面都对民众不是很友善，而且它的功能比较单一，就只有捐款功能而已，所以我们参考新北市的爱心大平台，来把我们的救助金的专户的大平台全面做个改善，还有界面的改善、功能的改善。所以我们目前改善的机制，就有3个部分，3+2的功能。那全部改善的部分有3个功能，就是捐权，就是本来就有的功能，再来捐物，再来做志工。我们3合1，把它列入一个爱心大平台里面。那另外2+2的部分就是单笔捐款跟单笔捐款的分期付款。那这个部分，所以爱心企业它我们的民众就可以加入会员进入平台来做捐款捐物的部分。那一个推动社会关怀的部分，我们有10个专案的计划。那稍微10个专案有儿少照顾计划、身心照顾计划，还有弱势民众的计划，还有长者的计划，还有弱势家庭身障补助计划，还有弱势就业服务爱心食物银行脱贫方案幸福保卫站的计划，
那这个是第十个计划就融入到我们的爱心大平台里面。那截至目前为止，因为这个是要加入会员制，那会员制的部分我们是非常简单来做一个操作。我们简单做一个操作的部分，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简单的操作其实很简单。它很简单的部分，它只要透过你的 LINE 系统或是你的 Google Mail 的账号，它就加入会员。那加入会员很简单的部分，它就直接来做捐钱、捐物，还有做志工。它而且这个部分，它可以回溯到你以前有做多少的捐钱跟捐物。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有22个店家，友爱店家，包含在食物银行里面，包含八方云集，还有梁社汉，还有我们基隆在地的建安鸡肉饭，还有阿福的凉面，还有回家吃饭的便当店。这是我们的其中一项功能，加入进去它有一个食物银行。那我们的会员加入进去，你可以捐钱、捐款、捐物。那从2月15号开始，是基隆好日子爱心大平台正式启用的日子，到4月9号为止，我们总共收到的善款是60万，那总共有物资收到等值的106万。有超过12家以上的民间企业跟团体在这个10项的专案计划里面，所以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募集我们的善款，还有捐物，那再就是做我们的志工。那志工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友爱设施、友爱的作为，都需要我们全市的志工来加以协助。是，真的，就是要推动社会关怀这样的行动，这个好日子大平台可以看到社会的资源来帮助弱势家庭，而且重点是深化民众参与的认知感。就刚刚我们崇伟老师这边也有说明的这个五大的一个认证方向哈，这样子的有改善意愿的都可以来申请。那我们总额度是200万，那每一个店家它的最高金额大概是10万元。好，那另外呢，如果店家本身哈，他就已经有符合这些刚刚我们那个五大认证资格的，他也可以来申请认证，加入我们的基隆市友爱店家。是，友爱店家真的就很不一样。那请教我们的崇伟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不一样呢？其实他分别就是在我们基隆里面扮演的角色。你看，政府加入了，是牵起大家。然后呢，我们需要的市民，我们身心障碍者也加入了，再来加上店家也加入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古时候的成语说是三人成众嘛，所以呢就可以靠大家的力量来把我们的城市在无障碍的环境啦，或者是这个友善的服务方面啊，做一个整体性的提升。那其实啊，就是这个刚才我们社会处林科长是这个很谦虚啊，他其实在过去我们社会处在这边花了好多的心力，然后还有跟我们这个谢市长一起啊，这个偷偷跟大家讲，到目前为止，这个是上个礼拜啊，3月27号，那这个谢市长正式公布了这个基隆市113年度的友爱店家的奖励补助计划。到目前为止，提出有意愿申请的已经70多家，哇！已经70多家，刚刚是60啊，看来这个要协助推动是特别辛苦哦。那还好，这一个人不够嘛，所以要靠大家的力量。所以友爱店家的辅导员，也就是我们这些基隆在地的身障朋友啊，这个他们就有点类似现在讲的一个概念，叫做市民设计师。公民设计师，对不对？他既是市民也是公民，我们发挥公民的力量，那也一起来贡献社会。那这件事情啊，其实就也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转向，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要消灭歧视，或者是说我们要创造真正的平等啊，就是这个手心向下跟向上，它必须要做一个翻转。那所以我们基隆这一些友爱店家辅导员，各位想想看，一开始我们不是说身心障碍者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吗？但现在啊，市府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可能，他们也是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对不对？帮助店家改善服务，帮助店家了解我们不方便的人需要什么样的需求。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奖励补助计划上啊，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奖励，它同时也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的企业能够为我们的社会责任啦，又或者是面对未来的市场商机啊，做一些准备。那我记得我们刚刚闲聊的时候，这个明丽科长就有特别提到，我们基隆市政府推动这个友爱店家里面，好像有阴谋还有阳谋，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目的这样？好，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部分哈，就是我们不是只是打造这个硬体的环境，好，我们叫做友爱店家。刚刚崇伟老师也非常的强调，这就是我们跟大家不一样的。那环境是死的，但是人的服务是活的，所以我们的店家呢，将来如果想要赚到更多未来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还有就是陪他们出门的这些子女的钱，还有我们游轮入港的一些高龄观光客的钱，我们就一定要先把我们无障碍的环境跟服务做起来。这个就是我们推动这个友爱店家奖励补助计划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友爱店家的这个老板呢，不是只有消费者说赞，老板更能赚大钱。好，那我们就是希望说主要就是有这个就是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哎，真的很颠覆大家的想象，因为大家本来就想说，哎，大家就是行动自如，然后如果有亮点特色，可能重点会放在这里。没有想到现在大家是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不一样的角度来看，那就是真正营造我们的友爱城市，消除歧见，消灭歧视，而且可以打造真正的平等这一件事情。那当然刚才说到这个店家改造计划是一大步嘛，所以很多的友善无障碍的设施都要来进行，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是不是有一个听力的案件，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很特别，一定要跟大家讲哦。就是刚才透过我们这个主持人啊，还有我们明丽科长的分享，各位可以了解到，以前我们说我们做友爱店家，大家一听就觉得我们是做公益，没错，当然是做公益。但现在做公益也是做事业，那为什么呢？各位就知道，今年是2024，明年2025，我们台湾就进入这个超高龄社会，也就是20%的人口都已经超过了这个65岁啊。但我跟各位讲，我们现在的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亿林委员，他也是我们台大社工系的教授啊，他其实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数据，是这个只有在内部还没有正式发布啊，但其实可以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台湾在明年2025进入超高龄之后，接下来的研判，每一年这个65岁以上的人口还会以1%的程度快速的增加，预计呢在2035年。我们就多喝30%，超过了将近30%的人是65岁以上哦，所以到时候就不叫超高龄哦，还有新名词呢，叫极高龄社会哦，这个已经是顶级喽，超高龄，更好跟日本现在的这个数据是差不多的。所以啊，各位要了解到，我们现在推这个无障碍友善跟友爱啊，其实不只是服务身心障碍朋友。举个例子，这个听觉友善，就是一个未来的需求。那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在现场看到，就是说将近50多位的员工，好，在接受了这些服务之后，了解到换血视慢镜的原则，了解到对听障者不是讲的大声就有用，哎，有一些它是音频的关系，比如说滋滋滋啊，叽叽叽，就是听不懂啊，这些东西我换个简单的方式给他说。那其实啊，参训的这个认证啊，1小时之内，员工就非常了解，还要通过考试哦，然后还要通过练习哦。好，那但是呢，其实就让我们看到，而且最后哦，将来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市府的这个官网哈，上面看到这个我们谢市长还有很多的伙伴哈，各位看右手放在耳朵旁边，有没有看到像这样哈？各位，这个就是听觉友善，而且跟基隆有关哦。因为我们的身份证字号不是 C 吗？有没有？所以 C 一定要挺听觉友善哦。哇，这个真的感觉很棒，这也是店家给我们的创意耶。所以你看到，真的是友爱店家奖励辅导，它不只是一个补助计划，其实是一个邀请，
邀请大家一起来用创意的作为，更友善的服务，让每一个来基隆的人都喜欢上我们，真的好棒。是真的，刚刚听到这个听觉友善亮点空间是一个亮点，那当然还有很多的亮点计划，我们一块来看看113年的亮点政策。社会处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业务啊，就是室内儿童乐园的部件。那室内儿童乐园，我们在今年会完成4所的部件哈。那么在今年年底哈，稍后29号呢，我们中正区跟中山区也都会揭牌。那么原本就有7堵跟信义哦，所以这4个室内儿童乐园，让我们的民众在这段时间都有很多可以亲子互动和学习、成长、玩乐的地方。那到明年的第一季，我们会完成另外3家室内儿童乐园的部件。另外，为了加强身障与长照民众的移动能力，社会处说明年将推出无障碍交通系统的订车服务。我们在明年呢会推出无障碍交通的系统哈，来整合使用富冈巴士的身心障碍者，还有使用长照无障碍交通的失能者哈，需要照顾的这些朋友，所以让朋友们都有单一入口的这个系统能够使用。无论我是要用富冈或要用长照哈，或者甚至特教的学生都能够在单一平台去订车，那么这样就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点对点无障碍交通的困难。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特色，可以兼顾多元的发展需求。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智昌科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亮点，而且大家都很有感，而且可能会变成观光景点的，就是我们的室内儿童乐园。是，因为有鉴于台湾这基隆是雨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基隆小朋友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玩的。那因应基隆市的气候的这种特色，所以我们基隆市的国梁市长，他特别克服了上述的困境，他积极地创造了全国首创的一区一室内儿童乐园的政策。那室内的儿乐园的建制需要场地，所以我们就利用一些我们常常去区公所礼堂其实是很严肃的，还有一些相关的闲置的空间。那最主要是注入一区的一个特色，比如在中山区注入我们的海边奇能湖，那还有一些万木山，那中正区有灯塔、有炮台，还有和平岛的那个豆腐岩，所以我们还有安乐区有著名的游民船的隧道，还有所以我们就小火车，对，所以我们就是一区一特色，现在建制了有5个区，那原则上这个都是免费的，完全免费。那我们可以看到汐止的远雄的私人游乐园，它是要400块的。甚至台北市的那个我们的士林，我们的那个百货公司上面是500块，这个部分是完全免费的。那所以我们市长很积极的建制这个可以作为亲民共农的一个世代，而且你不用担心下雨天，都可以很欢心来游玩。那这个部分在13年的儿童节前夕，就在4月3号，我们完成了第5座。就是安乐区的室内儿童乐园，就继我们的7堵信义、中正、中山之后，第5座的安乐室内儿童乐园正式来启用。那里面有非常比较非常好玩的那个小火车，还有一些互动式的游戏。所以我们预估一区一室内儿童乐园的目标，我们预估每个月入场是3000人次。3000人次的话，现在是每年预估是36000。那假如我们的馆舍全部经营的话，一年可以高达25万人次。那25万人次代表的意义，就是有25个小朋友，他们都有一个欢乐的时光，最欢乐时光。那相关的，我们再请 Penny 来继续来帮我们介绍。好，大家好，我是天爱社会服务协会总执行长陈淑芝 Penny。我们承办了7堵中正的室内儿童乐园，我非常的荣幸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室内儿童乐园的使用者的这个心情跟感受。我们在此还是先感谢小爱爸爸这么有创意的来成立了这个全台唯有的、独有的免费的
共办民营室内儿童乐园，也给我们的团队一个学习跟成长的机会，给小朋友还有家长们带来一个最快乐的一个时光。室内儿童乐园其实是一个让家长很惊叹的一个亲子共乐的一个游戏场，在它的里面你可以随时听到的是充满了欢乐童趣的世界，而且在这个室内儿童乐园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美丽的一个风景，这个风景就是小孩子玩得尽情，玩得很高兴，而且他会享受这个游戏的乐趣，还有你可以倾听到这个声音有多美，他们的笑声，他们兴奋的表情，他们眼神的那个透露的那个眼神之喜悦，其实这种喜悦就串动了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嬷内在的喜悦的细胞都活络起来。像我们在七堵刚成立的时候，哎，我都记得那个画面在我脑海里面，小朋友在外场在等着开门的时候，当我们等门一开砰一声的时候，小孩子在原地的那个跳动，那个惊吓，那个惊笑，哦，我们当时我们都傻了，就好像我们童年的时候芝麻开门芝麻开门砰，我看到的是这么神奇。可是他还是很有规矩的，随着爸爸妈妈进场就开始他们的快乐的游玩。当我们要休场的时候，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出戏，什么戏？母鸡抓小鸡。母鸡抓小鸡，哦，就是该奔啊跑啊，哦，小鸡被逮到之后，又有一出戏，那个戏就是拔河比赛。妈妈，我不要回去，妈妈，我不要回去，我要在这儿。哎，然后因为是我们要观场，必须要有时间，因为我们后面还要清场。啊，还要消毒，对，还要做消毒。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伙伴就会跟小朋友说：“我们玩具哥哥、玩具姐姐，他们要休息，他们等一下洗个澡，洗个澡完之后再来陪你们玩。你先到外面等候，欢迎再过来。”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看这么欢乐、这么棒的一个场面。还有一个在中正公园，在中正室内儿童乐园。有一个阿嬷推着车子带一个小朋友，那个比较小的，他在沙坑里面，我们是木石沙坑，他在拍任何的角度，而且我看他手机就一直在那边操作着，然后他跟我们分享，他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哇，他在拍他孙子成长的点点滴滴。那我有问他说，那爸爸妈妈，他说爸爸妈妈在上班，我把这个记录跟我的儿子媳妇儿分享，其实这个画面让我们乐园更加的分宾，真的感受是很好的。然后我们也跟随着小爱爸爸的脚步，我们真的很努力的在经营室内儿童乐园，把它提升到商业等级。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伙伴的要求的质询，我们是严谨的。我们每场休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消毒。因为我小孩子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消毒，而且我们的油具的使用，每天我们的伙伴必须在观场的时候要回报使用的状况，如果有任何的瑕疵，我们包括马上通知厂商来做维修。我们随时也在场内做场内的一个监督，让家长觉得我们的这个场域室内儿童乐园，让他们能安心放心放电放松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场域。然后我们也配合着长官他们做多元化的儿童福利，像我们现在从下个礼拜就会开始，就是每周二，我们的营业时间是周三到周六，现在开放一个周二，就是提供给我们的基隆市的公私立幼儿园专属使用。哇，对对对，你看时间排满了吧？啊，对对对，而且我们是见红不休，大年初一到初五都做同样的服务，我们是配合长官他们做一些福利，而且我们还在重阳节的时候，我们也办了一个老幼的，就是三代同堂嗨玩这个乐园。好，
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真的是亲盈共融。哎，对对对对对，我们有用了一个老幼的按摩站，还有邀请爷爷奶奶作伴来跳广场舞。好，这是我们当天的一个活动，就是有老幼共融。然后我们的场域也提供了，让那个高职幼保科学生进场，还有大专幼保生进场，让他们提供他们见习实习的，来他们来陪小，哎，对对对，陪小朋友玩。当他们结束实习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好喜欢你们这边嘞，我以后毕业能不能来？”我说：“欢迎啊，我们需要的是生力军。”然后我们又在重阳节的儿童节的前夕，我们又办了一个活动，公益市集。公益市集，我们就是结合了当地的区公所、卫生局、警察局，还有社会福利各单位，然后还有幼稚园、亲子馆然后还有家扶中心，我们把一日捐的捐给家扶中心，让他们去帮助一个弱势。所以我们在整个社区的连结上面，我们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一个情谊，让我们社会和谐能够社会的那个和谐更提升。所以其实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各单位也都相当的配合，所以让我们在整个在做资源连结的时候是很顺畅的然后在此有没有，我听说外国人也来呢？对，外国都来，真的外国都来，变成观光景点了啊！真的是一个观光景点，真的很棒。所以我们在此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叮咛，跟爸爸妈妈，其实孩子未来的基石啊，就是在您的陪伴，来自你的陪伴。我们对幼儿、对儿童都有一个亲子的赏味期，亲情。这个亲情的赏味期，他的赏味期是0到12岁。如果你这个中间陪着他们走过，其实他们会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而且这个时间过了是没有了。所以各位爸爸妈妈记得要预约哦，我们基隆亚洲最有爱城市的室内儿童乐园会给你满满的爱，也会让你跟幸福再相遇咯。可是我还是最重要，还是要感谢我们的长官，还有师傅的团队，还有区公所的区长、科长，还有他们的同仁，真的是全力配合支持跟支援我们。所以再让我们在跑的过程，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也做得很得心应手。所以欢迎大家光临，谢谢。是，就是营造这么友善的环境，让大家可以爱上基隆，感受到基隆满满的温暖哦。那刚刚说到这个，我们要呼吁一下，就是我们的友爱店家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资讯网，结合科技串联各平台，这又是什么样的理念、概念及执行呢？那个其实啊，我刚刚听到那个天爱我们淑芬姐的分享，我的心都已经想要把小孩带来基隆去室内，要不然这其他地方是大排长龙啊，而且还要付费，对不对？付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而且我觉得最有刚刚听的分享最感动，就是它其实每一区都有特色，这个其实就是小朋友们他玩一种会腻。对，然后而且我刚刚听到那个原来经常会扮演这个拔河游戏，就是小孩舍不得走，这个真的是充满感动啊。那其实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我们基隆在推动这个，不管是友爱店家还是亚洲最友爱城市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科技时代嘛，所以呢，科技的介入也是很重要的。那举个例子啊，我们刚刚不是提到那个听觉友善，考一下大家，还记得我刚刚讲的烧烫伤冲脱泡盖送，听觉友善是换血视慢镜，对不对？可是老实说，你家现在会拿笔跟拿纸出来写字的是不是比较少？但是我们就会有科技的介入啊。举个例子，不管你是用 Android 的手机呢，还是用这个 iPhone 的手机，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 Close the Shot， 然后我们来靠近啊。我们在基隆推动亚洲最友爱城市，希望每一个市民都能够在基隆安心乐业，快乐与幸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字就直接出来了哈。
不只是安卓 iPhone 里面有一个叫翻译或者是对话的功能都可以打开内建的，所以我们也会教导我们的店家运用这些科技的功能，他就不用写了，可以跟听语障朋友有跟老人家有及时的互动，所以你看就可以从每一个人做起。那同样的，这个有爱店家也不是只有要服务每一个身心障碍朋友，而是所有来到我们基隆，刚才我们林明丽林科长有特别提到，市府在推动这个有爱店家，想象的就是一个平台，像我们爱心大平台一样，还有就是要让所有的高龄的游轮客，还有来基隆的这个旅客都能够享受我们友善跟有爱的服务。所以呢，其实它已经存在了，各位呢只要上网 Google 搜寻这个基隆有爱店家，好，加上资讯网也可以。我记得之前玉晶处长有说过有要特别建造一栋楼，对不对？是不是？这是什么样的计划？就是那个我们将来会有一个身障创新的社福大楼，嗯，对。那这个部分呢，目前还在规划中。是，对，那个听起来很棒，而且会有不同的店家进驻，印象中。然后有一个很棒的就是那个视障的餐厅，就是哦，进去很特别哦，是那个听障哦，听障，我们是用手语，用手语餐厅，手语餐厅，就是我们未来这个大楼，它是以那个友善共融好为核心，然后里面将来会有就是可能身障朋友的身障作品的展示，那还有一些就是成人还有儿童的一些共融空间，那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身障团体的一些孵化。好，孵化的一些实验计划的孵化的一个场域，那另外最后会有一个手语餐厅，那这手语餐厅将来就是会可以结合，就是我们的身障朋友也可以有一些就业的机会，目前是朝这样的方向去做规划。是，哎，真的很令人期待。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有聊到那个视障餐厅，就是你进去是黑的。对，然后你要体验一下你要怎么样用餐，这也是很有趣，因为在欧洲就有这样的餐厅，而且非常的热门，所以那时候如果来体验的话，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动。那就是看到很多就是非常用心了，在这共融，而且要消灭任何的歧视，而且要真正平等方面达到很多很多的目标跟设计哦。那可以看到刚才教授还有我们的科长跟大家分享的有爱店家，还有有爱辅导员，真的颠覆了我的想象，因为我是刚刚听到吓一跳。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的基隆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要不要请我们的志昌科长再跟大家呼吁一下好日子爱心大平台要怎么样来参与呢？是，我呼吁两个东西，就是爱心大平台的部分就是3+2，就是大家可以点击爱心大平台的平台的时候，网络进去，首先加入会员，动动你的手指，看上你要做爱心，就是你要做爱心，你要捐款还是捐物，还是要做志工都可以，全部数位化了，都数位化了，全部数位化，只要一指就好了，像都说啊，一个手指头就好，一个手指头就好了，而且看你要做定期捐款，就是一笔钱定期捐款，还是要说你每个月扣款、每月捐款都可以，现在都一试，而且最主要你可以具名也可以匿名，就像我们2月15号的时候有300个那个爱心的基金，它是用匿名的，哇，它是匿名，就点进去可以匿名，那你收据我们相关的收据都会给他。那我再介绍一点点时间，就是刚才佩妮理事长我们介绍的一些为什么小朋友一直不想回家。因为我们建制了5座市容乐园，每一座都有一区一特色。对，那从去年的3月，新义它有很漂亮的一个气球的空间，还有一个椰子树。那再就是7堵超大球池，哦，它真的很大。对，还有一个仿真的超市，是真的超市哦，可是它仿真的，是仿的。小朋友可以推着推车去买东西、买菜，还可以去做菜，还有一个厨房可以做菜。那另外就是我们的部分，就是去年年底有2座，中正跟中山。那中正的部分就是符合有炮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炮台，还有一个灯塔，还有豆腐岩。那我们的中山区有旋转木马，
还有一个球池非常漂亮。那我们在建制在4月3号的部分，安乐，安乐，哇，安乐的部分，好，安乐的部分就有一个那个我们的小火车，还有一个互动式的球池，哇，这个就这样。那再预告一下，那我们预计，大概第3季的时候，暑假前应该就把我们的仁爱。仁爱是建置在仁爱区公所、那暖暖是建置在暖暖区公所，所以真的要跟佩妮理事长一样，我们感谢这些区公所提供他们的礼堂，摇身一变变成最美丽的室内游乐园。那时候我们在我再简单就是我们的为刚才呼应佩妮，就是因为我们国定假日的时候，小朋友其实才最需要饭店的，所以我们市长就跟我们请我们跟厂商营运厂商沟通，我们的国定假日就是都开放全部开放。我们本来一天5场次，国定假日跟周日就变成开放，变成6个场次加场。哇！虽然一个全部上网登记一样一件，一只手指头。3/2的部分是用 Line 就是网络登记，直接粉丝装网就可以。那另外1/3就是现场，对，现场是的。那我们再请佩妮理事长帮我们再简单说明一下。其实室内儿童乐园有没有在我们？在整个城市行销上其实是发挥了它的最大功能。像假日我们常常都有外县市过来，我刚刚讲的有从中部的过来，还有宜兰都有，可是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总是讲一种共同的语言，共同的comments， 就是为什么只有你们有呢？我们没有哎，而且你们一做的又是商业等级的，所以我们就更不会让我们松懈，你知道吧？因为这都是鼓励，我们就觉得啊，与有荣焉啊，真的有这么棒的一个福田，让我们来跟分享。真的，不管在老幼的共融、亲幼的共融，还有城市的共融，还有社区的共融，我觉得大家都融在一块融化了，是真的，就是雨天也可以玩，重点是让孩子可以好好的放电。那当然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亲子馆哦，这都不一样，有亲子馆，有室内儿童游戏场，都完全不一样。那亲子馆内容也很丰富，我们一定要请教 Penny 老师。其实亲子馆跟乐园的区别，亲子馆是一种共学，它的共学的那个功能比较大，而且它在整个就是你那个育儿的职能提升，所以我们有办了很多的亲子讲座，还有小孩子的手作互动，它属于比较上小肢体的，像乐园就是一个大的肢体的动态，因为你在亲子馆里面看到的是一种亲子的喜悦，可是你在乐园看到的是一种亲子的欢笑跟欢乐。其实有了亲子的喜悦、欢乐、欢笑，你就把它兜成一个真的一个是大幸福啊，大幸福。因为像我们去年10月份哈，我们才开的信义馆啊，在这边工商一下，广告一下，信义馆，对对是，对对对，也是在我们小爱爸爸哈，到来的时候我们成立的啊，就开始营运。其实我们的信义的主轴哈，我们现在的主题，我们就在抓周，收眼，我们还是用商业顶级的。因为你在台北抓周一次好像是800块，我们现在往这个方向，还有我们接下来我们跟伙伴讨论的是我们要做港统的这方面，因为我们现在进场的都是2岁以下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加强在做港统，因为你在港统在台北的时候上一次课程也很贵，所以我们就把新义馆我们就 focus 在这边。所以我们四月份就有第一场的抓周，因为我们的抓周以后会不会还要办那个宝宝爬行大赛？也有，也都是在我们的规划里面。那我们就走的比较精致一点的，我们就是一场抓周 A 场 B 场 A 场
六位，可以陪同的家属五位。哦，对，我们尽量就是把所有的需要的很多育儿的，还有小孩子的成长的元素，我们都在亲子馆里面发挥出来。可是乐园其实它也促进了小孩子的一个社会行为。哎，其实是很棒的，因为我们经常都会听到，像我们在七堵那个超市吗？嗯，超市。哎，小孩子玩成一块哦，他们在那边做寿司的时候，就会说：“我可以跟你玩吗？哥哥，我可以跟你玩吗？”有的哥哥就好，有的哥哥说：“我不要。”其实你就看到了很多真的是很棒的画面，就是玩中学，学中玩，重要的是亲子。可以一起共同成长，家长陪在孩子旁边，那也就是刚刚说的陪伴这一件事情。那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归一下我们的有爱城市、有爱店家。我们先请科长跟大家来呼吁一下，如果想要加入有爱店家的话，有什么样的条件，或是直接打电话来就可以呢？就是。我想说最后我还是强调一下，我们基隆有爱店家的重点不是只有在做这个硬体的无障碍，那我们其实重视这个高龄友善，还有妇幼友善跟听语障友善的一个服务。那所以我们处长常常讲了哈，只要人心有爱了，环境跟服务才能真正的一个友善无爱。所以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店家好能够加入这个有爱店家的行列。那目前的一个报名应该就是刚刚已经满了，对，就是没有，可以还可以继续吗？对，继续报名，因为我们最后会有一个就是去审查跟确认那个可能哪一些案子进来，好，因为今年度大概就是会看符合资格的一个情形，然后来列，所以都还是可以报名的。是，对，那我们希望说将来这个有爱店家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就是基隆有爱城市的招牌。真的是个观光亮点呢。刚刚还听说是以后预计未来就是还在规划中，就是会发卡给大家，对不对？然后大家可以拿这个卡在地消费这件事情。那我们要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什么样的一个 idea？ 其实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大家不是说网络上说这个东西好。就让我们买爆它嘛，对不对？用行动来支持嘛，哦，用买来买爆跟下架它。那其实呢，我们其实基隆市府这里啊，也是很鼓励。刚刚我们这个林科长有提到，就是到这个520啊，5月20号之前，各位只要搜寻基隆有爱店家这个关键字，不管是在我们市府的网站，或者是这个计划的官网。上面呢都可以有申请的资讯，然后呢也可以有这个很多提出来的这个改善的可能跟方向，不要担心，都会有专家来协助你进行规划跟辅导。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在七堵嘛，对不对？对。那个火车站对面的龟鸭汤就已经提出申请了，他就想说他想要做得更好嘛，哈，我们不能行销，不好意思，只讲大家都知道，还有很多我们七堵传统街上有名的面包店啊，哦，这个我就还有我们的牙医诊所啊，牙医诊所，哎，开玩笑，那个身障者跟老人家也要看牙齿，哦，所以这些都是点点滴滴。那这一些申请在520之前，你都可以直接透过这个网站，然后上面也有专属的 LINE 的服务群组，那里面都会有市府跟辅导的团队来协助大家。那最终的目标呢，当然是希望啊，比如说可能大家听过国旅卡嘛，对不对？那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有国旅卡跟这个每年有额度的，它是可以去这个店家消费。那谢市长也是说啊，我们对有爱店家的支持，就是如果您有兴趣加入有爱店家，这不只是对一般的消费者，也包含在我们电视频道前面我们的店家的老板们，那就欢迎您来提出申请。那未来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我们给弱势族群的一些补助啦，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民众的这个捐献哈，奉献，那我们也就会 assign， 就是指定他们是到我们有爱店家来进行消费。那有爱店家是支持基隆市在地的店家的，好，所以是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的传统的好
卖肉虎肉瘦的，卖一家的，卖卤肉饭的，就是只要你是有合法的营灯，只要你真是有店面，好的路边摊的话，哎，占用骑楼不可以哦，哈，这还是宣导一下哈，因为骑楼是要留给民众、跟老人家、跟身障朋友走的。那只要是您是有店面的、有意愿的，那都欢迎来征询跟寻求市府这边的协助。它不是一个要排序你们的，好，不是要评审你，好，也不会借此临检你啊。最重要的是你就来提出申请，那我们是一个邀请，那有专家来协助你。因为啊，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因为啊，根据内政部国土规划署的统计跟研究，好，就是很多人啊都会花了很多钱，好，想说要体谅或照顾不方便的人，就花了很多钱做了一个有障碍的无障碍厕所。好，这不是绕口令哦。那花了钱做了一个有障碍的无障碍厕所，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伤心的是你还要再多花30%的钱把有障碍的无障碍厕所改成真正无障碍的无障碍厕所，好累哦，我的天哪。那这不是一个玩笑，而是怎么样能够把它做好。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有爱店家。刚刚大家一直在谈到说我们就融啊融啊就融合在一起了嘛，其实没有错。我们很多基隆真的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也是基隆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啊。那很多店家的老板在我们过去接触的这个时间里面都跟我们分享，他其实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互动，他不知道该怎么服务你。那这也是他们不断跟这个小爱爸爸，也就是谢市长反映的一件问题。所以呢，有爱店家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了解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协助大家做必要的跟可以这个永续的一个改善。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像这个 logo 一样哈，基隆就是一个有爱的家嘛。它一个不同颜色的色彩，其实就包含了对不同的使用者、不同族群的一些关注。那可以把大家结合爱心带向微笑，我真的是很开心，也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加入这一项行动，跟基隆人一起努力。对，就是打造亚洲最有爱的城市。那剩下最后几分钟，我们请 Penny 姐要不要呼吁一下？哎，四月份有什么样的活动要跟大家分享呢？哦，我们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准备了各亲子馆，我们都在周六的时候，我们都有安排很多的课程活动。可是让人家最惊亮的就是抓周，记得抓周，这是我们刚要把它开花结果的。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说，其实在谢市长小爱爸爸的亚洲最有爱的城市，我现在跳脱了。其实是有一天我们在过马路，跟我孙女在过马路的时候，公车来了，停了，我们要让他过，他要让我们过，然后我们就拍拍手，摇摇手，感谢了，再过去转个弯，他也转个弯，我们让他让我们坚持了几秒钟之后，我才想说，有爱这么快就发酵了，真的，今天在这儿就是非常有荣幸的，因为我们。因为有爱，让我们充满了正能量。正能量。那各亲子馆，其实每个亲子馆有他们一个亲子馆的特色。您只要到 FB 上去，我们都是活动课程满满的。哎，有育儿职能的提升也有，然后乐园的，我们就是期待着，因为太多馆了，所以很多的活动我现在比较记不得。可是我还是要强调工商时间，我们的新义馆因为刚成立，又跟一些室内儿童乐园撞在一块的时候，我更需要广告一下，谢谢各位。我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四位来宾，我带大家看见基隆真的是一个有爱城市，从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政策、不同的行动来执行，让大家充满正能量。谢谢四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